所以那时候你看到林湘新闻，你有很讶异吗？有很讶异吗？超讶异！为什么有点停顿？没有，我真的超讶异的。我说，我怎么那么巧？对，就是隐藏得很好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交往多久，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想，哦，有吓到。但也想说，就是哎、欸，希望他也可以好好的。对，可是你跟林湘算熟吗？我们有一起工作过几次。但没有私交，没有什么私交哦，就工作上的互动而已。禁爱令，没有不会禁爱到你这边，主持人没有在规范里面。等一下你让我回想一下，我现在想回想一下我的那个合约里面有没有写，有点忘记。因为你也知道，就是乐天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在意这一块，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会跟我的工作周遭的男生就是有。想要交往的那个心态，所以我就会对这一方面的话，我是没有担心，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会接触球员啊什么的。那有球员约过你吗？球员也没有约过我嘞、欸，这是不好的吗？没有被约过，不敢约吧？还是我要说有？不晓得、啊，没，还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哦，哎、欸，但是我知道有个球员跟我同天生日。为什么你会知道他跟你同一天生日？就很巧，就是某一天跟、因为我们的那个球场上，他都会也会跑那个球员的资料，跑马灯、然后我就发现，哎、欸，他跟我同一天生日，谁啊？然后等一下让我想一下，我刚刚一直在想，等一下，给我几秒钟，你还忘记人家名字？完蛋了，我昨天还跟他打招呼的，我想一下，很失礼耶你，帮我查一下，该不会是马？四月十三，不是马，不是马杰森吧？不是吧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是不是的马杰森是魏权的，他是我们的啦。他是林湘的朋友啊，他是认真的。你先帮我查，他是拿出手机，台湾的，国外的，台湾的，哦，我们队的，你们队的，对对对，不是混血，不是像马杰森哦，不是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不是他。哦，有一个他，所以就仅止于打招呼，就打招呼，但私下没有联络方式，不是。会有就对了、所以那时候你看到林湘新闻，你很讶异。我很讶异吗？超讶异。为什么有点停顿？没有，我真的超讶异的。我说，我怎么那么巧？对，就是隐藏得很好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交往多久，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想，哦，有吓到，但也想说就是，哎、欸，希望他也可以好好的。对，可是你跟林湘算熟吗？我们有一起工作过几次，但没有私交，没有什么私交，就工作上的互动而已。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，公司乐天内部气氛有变化？好像也没有变化，大家就是也是忙各自的，就是也没有特别跟你们下达什么，就是大家要谨言慎行什么之类的。因为他们是啦啦队部分，所以我这边 MC，他可能觉得我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没有问题，平常都在讲话，所以没有特别跟你们下达什么什么，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资讯，就是一切都如常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爸爸现在状况很好？爸爸，他现在就是算 OK， 然后但是他就是可能右手右脚还是没有办法动，就是还在复健当中。那其他地方的伤势都 OK？ 其他都 OK。讲话什么，就是都恢复的 OK。对，就只是右手跟右脚，所以要继续复健，继续复健，比较辛苦一点。对啊，谢谢关心。那后来那个有找到肇事的人？后来就是有，然后官司还在进行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当下发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赶快想要找那个，就是有没有人录到啊，或者是那监视画面，因为那个画面蛮重要的。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那个地方就是很多车水马龙嘛，就是非常多车都会经过，很热闹的地段，但是就是刚好没有拍到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很紧急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第一时间就赶快发文，想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这样子，因为如果找得到的话，真的非常的关键。对，可是后来还是真的没有找到，所以就是还在
打官司中。是哦，就你知道对方是谁，但是没有他犯案的那个关键画面，所以就告他这样子。可能目前真的不是。那有要跟他求偿多少钱？说就是他们律师会处理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就是爸爸的心情这边有很低潮。嗯，影响蛮多的，影响蛮多，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会不够乱跑，就是会到处跑啊那种，然后后来现在就是行动被局限之后，然后就可能在只能在家里活动，或是附近的公园啊什么的，然后跟附近的场所这些地方，所以心情就差很多。嗯，那他的工作有影响吗？工作的话，因为其实他也差不多退休了，所以是刚也是刚好退休。就不用再去工作，但就是日常生活会有受影响。